小杨桃，杨桃吃的时候把这个边儿给它削掉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发涩了。哇，好了，小五角星，哇，好好吃。水分超级足，但是杨桃它属于清甜水果，它不会那么甜，但是这个水分特别特别好。下边小黄车有29.95斤，然后8到12个左右的果，小朋友满脑问号，哈哈，装作没有事情发生，继续吃吃吃吃。